鸡尾酒药物成神药，阿斯利康走高，市值1900亿美元追梦杀东。10月11日晚间，美股开盘，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涨近1%，报61.13美元每股，总市值1890亿美元。消息面上，阿斯利康宣布，其试验性新冠抗体鸡尾酒药物能够将重症或死亡的风险降低50%。受该消息影响，默沙东股价于10月4日达历史新高的84.56美元每股，市值超2000亿美元。